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内的青铜顶尊人像终于在大量象牙之下显露尊容。总高达 1.15 米的顶尊人像位于祭祀坑南侧，青铜人奇特的造型，跪姿着绣花短裙，双手插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人像头顶龙形饰件青铜尊，这件将人与尊组合为一体的大型青铜艺术品在中国与世界均属首次发现。铜尊在中国商代是重要的祭祀礼器，也是铸成美酒的重器，是中华文化中尊敬、尊崇、尊重、尊贵寓意的表达。跪姿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和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堪称中国商代青铜器艺术精品。